老伴儿，过来，来，大把手，大把手。哎呀，我这老东西呀，你就去买啥去了？哎呀，买个小烧鸡儿，买个小扒鸡儿，买个小熏鸡儿，还买个小炸鸡儿。哎呀，我这些日子你怎么老往家买鸡呀？这上顿吃鸡，下顿吃鸡，吃的我喊二米粒都差事儿了。那你咋喊的？二米粒儿。哎呀，老头子，哎，现在咱俩有钱了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呢。你说，咱把钱拿出来给孩子们分分呗。哎呀，老伴儿，咱俩想一块儿去了。真假的？那咱就大米粒、二米粒、小米粒，一人20000。哎，大米粒应该多给10000，因为这孩子吧，你说在这个家，这家伙活全是他一人干，是多辛苦。那就是二米粒、小米粒20000，大米粒30000。不叫那俩人听着在挑理，哎，不能啊，不能啊，不能不喊他们了。阿美丽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天亮了啊，这怎么喊我还喊出打鸣的动静了呢？哎呀，咋这没事还不能叫你了？那没事我就回去了啊。给你钱，爸爸。哎呀，这变脸比四元福都快，400多块。爸爸，为什么要给我钱呀？这个钱不是给你的，哦，是给我那两个外孙子的。哦，啊，你一定把我这俩外孙子给我照顾好啊！放心吧，爸爸，1人10000，转过去了。哎呀，收到，谢谢爸啊！谈谈感想。我要3台好了。妈，去一边。哎呀，我正在剪视频呢。二驴子，又犯啥眼见呢？离我爸远点。老妈，你是不是又相中啥东西了？来，我给你转钱，你喜欢啥买点啥。小美丽啊，我知道你现在是个老板了，小美丽工作室发展的也不错，你也有钱了，但你也不能这么骄傲啊。今天是爸妈给你钱。爸，我有啥骄傲的啊？我又不像我二姐。不过呢，我现在确实小有成绩。那我怎么能要爸爸的钱呢？哎呀，这是讲究谁呢呀？管好你自己得了呗。你爱要不要，爸他不要，你转给我。哎，爸妈妈，别给他，给我。转过去了啊。谢谢爸爸。哎呀，爸呀，你给我转这么多钱干啥呀？看我大姐。哎，大姐，爸妈给你转你就收着啊，我们都有，是吧，小美丽？都有。哎呀妈呀！啊，我是想给妞妞买课外书，那也用不了30000呢。哦，啊不，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妈，你转多少钱？这不30000吗？30000啊！爸爸，我大姐要怀3胎呀。什么玩意儿？不是二米粒，是这么回事。你们啊都很孝顺，每个月呀，啊，都给我和你妈钱。是我跟你妈，现在你看也不缺是不缺，可这钱也花不完。我们就想啊，把这钱给你们，咱们把日子好好过着。啊，你不会在乎这10000块钱吧？没法干，你不看店干啥去？气死我了！谁呀？气你是我的专利呀！我看谁跟我俩抢活。大姐，哎妈呀！二姐，不是大明白怎么回事啊？我报告二姐是这么事儿。哎呀，二姐，你一下给我扁到底上了，我一脚踢你嗓子眼儿里去。你女朋友干啥的？沸腾集团的。沸腾集团的，我今儿让他腾飞，还沸腾集团的。二姐呀，你不去吧。你好，小姐，你想买点啥？你们家什么玩意儿搞活动啊？我们现在酸奶买2赠1，来2罐酸奶。好，多少钱呢？2瓶是18，这瓶赠的。18给你。哎，不好喝，退了。不是大姐，你就喝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喝的是你买2赠1的1，我退的是你买2赠1的2。好，
干啥的？嗨，大姐，你还想买点啥？酸奶。还不好喝，退了。你还想买点啥？你猜。酸奶。对了。行。仍然不好喝，退了，是这意思吗？是这意思，把钱退我吧。什么钱？你是不是买二赠一？是。那我买六赠几？送三。那这三还不明白吗？大姐，你想把赠的这三个从我的店里带出去，你得先有六啊。我这六不是退了吗？啊，对呀，你的六退了，那这六是我的了。你的六呢？我没六。那咱就得按单价9块一个算账了。行，那我就再给你10块，剩的1块不用找了。慢着，大姐，我说了，我家酸奶买二赠一，这钱你给多了。王奶奶，赶紧打电话，问他搁哪买的。是吗？赶紧的。真的假的？哎，哎，儿子，那啥，你买这东西有不少人想打听在哪儿买的，嗯，能找着那家不？哦，是实体店呐。好办了，实体店，实体店就好办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20块钱也能找回来。什么20块钱呢？这加10倍罚款。啊，10倍，200呀？200，200能行吗？最低2000。你真疯了你呀、啊！儿子，那实体店在哪儿啊？大米粒超市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主要是假货，是从他的超市卖出去，他就得负责。对，大米粒不用，大米粒儿。哎呀，老三大哥，别紧张，我这比黄你啊！出来，爸，出来！哎呀，爸呀，你瞄准呢？哎呀，干嘛呀，爸呀？什么玩意儿？干啥呀？你咋还不走呢？你们？我走，往哪儿走？我这活没发出去，我就不走。咋？我问你点事儿啊。你黄姨她儿子是不是在你超市买东西了？啊，对呀、啊。你看看这些东西是你的不？对，你好好看看这个。啊、对呀、啊，是我那儿的。那就行了。怎么的了？给你黄姨200块钱。哎呀，不用，我也没带钱呢。没带钱，我给你垫上啊。我告诉你，这钱我给你垫的啊，你得还我，少一分都不好使。你拿着。不是你大哥这干啥呢？这钱我能要吗？这成啥事儿了？你这是咋的了呀？咋你卖这东西都是假货？啊！我每天都看生产日期，都是真的，谁说是假的呀？看不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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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不着。王小倩，看不着你这么一大坨子站那儿，你给我过来。看看你说是假的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你不给我拿点证据来，你看我怎么拾掇你！大姑，这还要证据吗？20块钱买一堆，不是假的是啥？20啊？这一堆500多呢？啊？500？500？我跟你说，我就说嘛，假的它就不能那么好吃。对，嘴下留情吧，大哥。大米粒儿啊，啊，你能不能？给阿姨退了，你黄姨呀、啊，那都拆封了，怎么退呀、啊？这拆封，你爸和你妈吃，你没看他还吃呢吗？那啥，你这200块钱我就收起来了，你就再过去。你那黄姨呀、啊，你大发一回也没大发到正地方啊！哎呀，灌血肠呢，我连酸菜汤都没看着。哎呀妈，这哪是灌血肠啊，这是要我命！不是，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为啥呢？哥呀，你不知道啊！啊，我爸就比我妈小3岁，你知道吧？他俩特别幸福。我要沿着我爸的足迹，就这么一路的走下去。我要抱金砖。谁要抱我呀？
玩意儿？还有人呢？是，我也没看着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咋没有把他俩想到呢？那个，这样，那小黄啊，四儿啊，你们俩人在这谈一会儿，好吧？我那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处理一下啊。刚子哥，你过来一下。啊，什么事儿？你说。你可不能走，你要是走了，我现在紧张的我都开不了口了，我都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跟你说，这么多年我没见到黄小黄这样过，我跟你说。行，我明白了，刚哥，我帮你。刚哥，哎哎，过来，怎么的？刚哥，哎哎，你可不能走啊！你得帮帮我呀！哎呀呀呀！我操呀！行行，算算算算，哥帮你。放心，哥帮你过通关，好吧？我好，我的。你是不是聋？啥呀？你是不是故意帮他？这话咋说的呢？唱的这么好，还用帮吗？哎、这咋就能看不出来呀？啥玩意儿？你是不是唱歌也跑调？笑话。只有唱歌跑调的人听跑调的人唱歌，才听不出来在跑调。哎，妹妹，妹妹，是不是觉得我们唱歌跑调的人就好像有缺陷似的？谁到了？哎，太逗了你，于小脸给他整一首，必须以证我的清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听好了啊，于小脸接麦克，切。干啥呢？这让他唱，让我唱啊？不过不要紧，好嘞。听好了啊，我给你唱一首，看着没，看着没，看着这是啥没，这长得电棍，这是无线的麦克，看着没、啊、伤不起听见了吗？这小味儿，听伤不起，真的伤不起，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，良心有没有，你的良心够叼走啊，完人人这几万，什么妖魔鬼怪，什么美女花瓶，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。走，一起来，我的热情，好像一把火。唐三藏驮着那仨徒弟，干啥呀？我这刚悠起来呀、啊。这怎么的？刚骑上啊？这是啊。我要再不给你抢过来，你这歌能唱循环了，你知道不？你咋的？一首歌能唱上一宿啊？我唱八宿咋的？我也没跑调啊！咋真的？还没跑呢，妖孽啊你！那吊人骑着白龙马跑的，你知道不？说谁？不准侮辱我的白龙马！我告诉你，我要唱歌跑调的话，别人就告诉我了。你唱歌的时候有病吗？没有啊！你真是……你别说了，治他！我告诉你，治。小刚子，哎嘿，你真能干的，你能干，应该叫，啥也别说了，交警队一会儿就挪走了，已经挪走了，这我感觉你也该挪挪了，啥意思啊？啥意思？你该挪挪了，对，还啥意思？挪你，姐夫啊，给他挪到郊区去。还有那小子，给他也挪走，都给挪了。你新来的吧？都让。哎呦我的！你好好说，好好说，什么情况？不是你这脸，你往那边伸，往那边伸着脸。你说，就是这么个事儿啊、嗯，都是他。让我挪的车，但是我完全没有听他说。不信你问问你小舅哥，我是该看电影看电影，我该唱歌我唱歌。哦，就是适当的情况下，我觉得你应该给赵刚子挪个窝，
然后我也好有地方往那搁啊。但是这话咱不能那么说，嗯，这都怪赵刚子，你太能作。嗯，哎呀，你还挺能干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董事长，嗯，我是一名保安，但是，嗯，我是按照一名物业经理的标准来要求我自己。就说如果赵经理他要是往上那么挪一挪，我呢我就不行，我送送他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他往哪儿挪不用你说。刚子，哎，行了，这事儿已经都这样了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那个老总，嗯，是这样，嗯，反正这个规章制度吧是咱公司定的，嗯，是不是？对，我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制度在执行，而且这些个规章制度都是您亲自定的，嗯，是吧？是。如果您要觉得我那啥了吧哈，您也可以把我那啥，好，我也只能那啥。但是我最后要说一句话，嗯，既然你们定了那啥，咱们就应该那啥。现在你又不那啥了，最后结果就是全都那啥。别吵吵！老王，哎妈，你给我撒开！不，你怎么知道是我？这一股海蛎子味儿，啥的都能听出来。不对呀，啊，你这大黄金的，我刚才说的是不是扑腾啊？扑腾？是你刚才是扑腾，吓我一跳。你蒙我干啥呀？我不是怕你叫人家看见吗？我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？我怕叫人看见呢。你刚才是不是捡东西了？哎，对，我们家楼上那家邻居绝对有毛病，一天到晚逮什么往楼下掉什么。前天我打这过，坐人坐人掉下一个马桶垫儿，正套我脖子上，我吞了半天，才把我脑袋吞出来。我就想上楼说他两句，我忍了。昨天我又打这过，掉下这么大个仙人球来，正掉我脑袋上，我甩了半天我才甩下去。哎，你们说我上楼骂他不？这回掉下来的是100块钱。问你，100块钱你怎么处理？谁掉的给谁呗。但是给之前我必须跟他说明白。你说得着人家吗？你还跟人说明白？你知道这个钱谁掉的吗？谁掉的？小区的那个业主那个微信群都说了。啊啊！楼上啊，是楼上。哎呦我的妈！哎。你说的是不是那个金大美人儿？你也偷看过他是不是？偷看他干嘛呀？把钱给我。不是我捡的钱给你干啥？我替你还给他呀。我捡的钱用你还呐？你不是胖吗？走不动。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不知道我和他关系啊，老铁了。是吗？等等的，嗯，杠杠的，棒棒的。咱俩啥关系啊？消失啊！消失啊！范大哥呀，范大哥，嗯，我听说你捡着钱了是吧？啊，是，这不刚才这不刚要给你送去吗？俺俩一块捡的。有你啥事儿？有你啥事？那张呢？那张呢？啥呀？啥呀？钱呢？钱呢？我就捡这一张。他就捡那不可能啊！嗯，我一共掉下来200块钱，这才100，那100呢？那100呢？我真就捡这100，他真就捡了100。再说一遍！你有病！哎呦我，他怎么说的？我不怎么学嘛！你这个，哎呀，你真打我呀！我知道，你俩现在是合起伙来一起逗我玩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现在还没生气，给我，给我。不是，我真就捡这100，他就捡了100。你俩能不能不跟我扯牛宝宝？哎呀，根本就没跟你扯牛宝。
什么叫牛宝宝？就是扯犊子。哎呀妈呀，这个印长得好看不是吧娘？马音都好听啊。去了，还跟我装，我一共就掉钱200块钱，你俩就密我100，你俩也太黑了吧。你上小区打听打听，谁不知道我的脾气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我对你俩是客气的，我说爆发就爆发，就我这脾气。意不意外？开不开心？一根都不带少的。王强啊，王强，你到处找你干啥？我说那个熟人儿，可拉倒吧！你认识那熟人有一个正经的吗？咋不正经呢？去！我看谁呀？谁呀？这谁他妈正经啊？哎呀妈！这人正经。爸，你搁这儿干啥呢？你偷摸来吃肉来了？吃什么肉？老板娘，我烤了两串蘑菇，好吗？啥蘑菇啊？我这就不卖蘑菇。你烤两串大蒜吧。说你啥好呢？那医生都一再说你这身体不能再吃肉，不能再吃，你怎么就没记性呢？你说咱全家人陪着你一块都3个月没吃肉了，你跑这偷摸的串，你对得起我们吗？我跟你说，要让我妈知道，回家不收拾你。我就不明白了，你说那肉有啥好吃的？多吃点新鲜的水果呀、蔬菜，对你身体多有好处啊！你看我，我就不爱吃肉，就20多年了，我身材一直保持这么苗条。嗯，我就爱吃肉，这50多年了，我身材一直保持这么苗条。爸，看你咋这样呢？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偷摸吃肉回家，我告妈。王强，哎，快点了，跟我走，逛街去。好嘞，王强啊，那个我跟他说两句话，马上我就让他去，我有点事儿。啊，那行，快点啊。嗯，串炸了，来，这儿呢，2串，一根都不少。天哪！肉呢？我替你撸了。不是我的肉，你给撸了干啥呀？你不吃的话不凉了吗？那你吃了，你结账啊？凭啥我结账啊？那你把肉吃了，你凭啥不结账啊？小美玲，哎，我结。行，你就这样啊，你小子你就记住，我家小美玲，我就是养着她，我将来喂耗子也到不了你手。范爷爷，你行啊！我现在就告诉小美玲去啊，说你搁这家撸串，你等着，你等着啊，小美玲，小美玲。小子，大哥，哎，刚才那女的谁呀？我女儿。哎呀，你女儿太厉害了。那叫啥厉害？她妈比她还厉害呢。大家就看着我，就不让我吃肉，全家人陪着我不吃肉，一挺3个多月了，这不拿你当兔子养了吗？我不如兔子呢，那兔子偶尔还能吃个胡萝卜啥的，我吃那玩意儿一骂绿。哎，你媳妇儿属啥的？属羊。这就对了嘛，属羊的吃草嘛，像我的属虎的，我就得吃肉。这属上这玩意儿挺准的哈。是啊，属羊的就吃草，属虎的就吃肉。啊，那你属啥的？我属狗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吃的有点杂呀。我给你烤骨肉相连的。你不要骨头，就一骂来肉吧，给我来20串肉串。行，我买一赠一，我给你烤40串。再给我来俩大腰子，给你4个。哎呀，老板娘真差呀！这个是我嘎大牙的，你先吃着。啊，不，你这串咋这么大呢？那我在疼我自己呀、啊。这老板娘卖别人的那么点，自己吃的这么大。哎呀，住嘴！你干啥呢？啊！你怎么跑这来偷偷摸摸吃羊肉串呢？不是啊，我，哎呦我的妈呀，爸呀，这都是你吃的呀？啊，根本就不是我吃的。不是你吃的，谁吃的呀？狗吃的。狗吃的，你给我拿过来，你拿过来，爸你不能吃，我操，爸你真不能吃，爸你不能吃，爸你真的不能吃，爸你不能吃啊，爸。爸呀，你怎么这样呢你啊？啊，你怎么控制不住你自己这张嘴呢？医生说了，你的身体已经不能再吃肉了，你明白不啊？啊，你说你偷偷摸摸跑出来吃，你对得起谁呀？啊，为了你，咱们家3个月都不吃肉了，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对得起妈妈？对得起全家人对你的爱吗？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这张嘴呢？不就是个肉吗？有这么好吃吗？啊，我跟你说呀，真不能再吃了，明白不？
肉对你来说身体没什么好处，明白不？一定要控制自己这张嘴啊！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肉没有什么好吃的，明白不？再说了，这烤的也一般嘛，是吧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还有腰，腰的不能不是这个不是这个，这我腰不好，我吃这个补补，吃啥补啥？你腰不用补，你腰已经够肥的了，不能吃。